因为林友先这样说，我想这样可以给你接吻，我才过去的。没有，因为他一直以来都一直想要你尝试我，我哪有啊？你有透露一下什么类型的？重哇，多元团众，那是团众。靠罗俊说啊，对，罗俊说，罗俊说会脱衣服，他掌握流量密码，流量密码，密码会露哪里啊？要不要先预告一下，让大家会。你看，我们现在明天还好，彩排就穿这么露了，那明天出来怎么办？明天穿的比彩排还无聊哎、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因为我的师傅就比较辣。小哥，找辣一点。还是你直接里面自己穿自己私服上，穿自己私服，还是以后你也穿找辣的类型？不行啦，我的，我的还好吧？有个人在射。我的私服，你 OK 呀？舞台服啊，舞台服对他来说包太紧了。大家从来没有看过吴彦祖在舞台上呈现的样子。跳火圈吗？没有那么夸张，这怎么唱啊？夸张啊，就是新的合作方法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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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看上面有个栏杆，待会我们明天那个栏杆会下来，我们就会直接小赖会表演。哪个栏杆？你会他会表演那个什么钢管舞？哎，不要理他哦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。他有信心拿下最受欢迎组合喽。哇，胜率怎么分析？这不知道哎。有没有是哪一组为最大进？是哪一组？还是欧洲？还是九一？我们都很厉害啊！我觉得我们都很难赢哎，后台没信心。就是比较佛系综艺类型的团体。我们现在除了准备新的作品，嗯、就新的音乐作品以外，然后我们还准备自己的综艺节目。新节目自创的。你可以稍微透露一下什么类型的？哇，多元团众，那是团团众，可以先给大家一个小爆雷。好，来，就是我的鼻子整个流血，有点烧到流血。你们一定要看，这是有危险性的，有哎，有点，因为我回家发现我鼻子少一块肉，我这边今天用妆弄，哦，真的，哦，真的哎，哇，这我不知道回家还好痛啊，我还女神龙内胖，应该是那个圣洁，啊是圣洁，圣洁，圣洁，所以要理圣洁老师了，啊，不要乱开，开玩笑，没有，没有。也叫圣洁的人，对，何时可以跟大家见面？团众是何时？来问老板。后半年，其实我们现在还在录当中了，所以可能下半年，目前下半年六月了，可能九，可能下半年，微下八九月之后吧，八九月之后，我们差不多就下半年，下半年，然后就下一年。但是就最理想，就真的是希望今年，对，然后可能随着我们的回归这样子。没，因为其实林九本身是不太喝酒的，然后那天我们就是逼他一定要喝，然后他就说，我好像醉了。对，这模仿的好像哦。我一直注意他，哎，你那你说那句可以讲吗？我说什么？记得你喝醉说什么吗？我说什么？他说，我现在可以跟你接吻。有证据的。来，那我就真的有说，他又要躲。啊，我真的气了，他说。好像不是，有啊，就是你录的那一段，我录的那一段，你录的那一段，哦，有，好像有，有，有，对，我有，没有，因为小赖，但是我不知道那段情境是什么，因为我站在马路对面，然后我拍过去，然后就看到小赖这样强吻，小赖这样，然后他以为是我强吻，是因为林友先这样说，我想这样可以跟你接吻，我才过去的，没有，因为他一直以来都一直想要你尝试我，我哪有啊？有吧？他就有啊，他就在那边说每天啊可以怎么样，可以怎么样。然后我那就喝，就想说，我也是官腔啊，所以我说就拒绝你。没有了，那我们后来就真的有亲一下。屁呀，你没有亲一下？有是脸吗？有啦，亲这里。好像有啊，真的假的？好像有，你一讲我有。你们这么醉？有，没有？因为他也醉了啊。蜻蜓点水的那种，就是很点的啦。对啦，好兄弟亲啊，有人会信吗？八零。他有什么生理反应吗？他吗？对啊，你有什么生理反应吗？当然没有。有，你快下来哦。你应该是亲完之后，然后发现，我真的不行。他可以。
啊，你说嘴唇很软，你忘了？这你自己加的吧？这你自己加的吧？加油添醋啊！因为我们其实他们两个在对面，然后我们三个在一起，我们三个在一起。你自己这边醉到不行，根本是没。可是我忘记在旁边看戏，我然后我就讲，我有点忘记。哇！很容易就是网友会有批评，会不会到时候？我骂网友会啊，我这种我不会骂嘛，因为我骂网友，我骂网友不是无缘无故骂的，就是网友骂到我的点上，我当然是虚心接受啊，就是我不会是无理的返回去骂回去这样子，所以如果有表现不好的地方被批评，就是还是我们会虚心接受，这是真的，我不能讲。那如果今天有人就是就比如说在红毯上，然后他跟你说你那天那套子穿你这样怎么丑，但是就是你也用心挑选哦，然后你去，我只看别人，我最大的评价。什么意思？不是啊，新梅姐他们不是都要批评的吗？他评说韦静今天穿最差，韦静穿很差。我去看新梅姐讲我什么？如果新梅姐也觉得我穿很丑，那我就认了。